哎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赶紧的，洗白，赶紧，赶紧洗白吧，去去去，来来来，继续。哎，什么声音啊？啥音乐啊？走，看看去。走走走，看看去，看看去，看看去。什么东西啊？等会儿。哎，孤雁真弹的。哎，你们看，孤雁真弹的。燕真，你干嘛呢？顾燕真，弹得不错嘛，再来一曲。今天只弹一曲，要献给一个特别重要的人。特别的人，特别的人是谁啊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喏，人家屈大小姐来喽。曲婉婷，大明星，曲大姐，大明星，曲大姐，曲大姐。谢良辰，生日快乐！我妈她什么都不会，但她喜欢过生日，一过生日就买乐器。在我们家，生日快乐就是我爱你的意思。你懂我。